啊，叫彭汉元。是的，在这个慢球再次来提醒，在今天赛后，在我们的 B3 区有我们的铁粉席，所以如果你是有参加铁粉席，记得赛后留下来，赶快来跟我们互帮 X 来请互动。而明天呢，就是我们的铁汉席将会邀请到汉江的球员要来到环形舞台来跟你见面，同时呢，还可以拿到这个最多的能量饮料，就是由红鸡出品。你好，你好，你好。当然，在现在对抗疫情期间，需要综合维生素 B 群，可以透过这个能量饮来获得。更重要的是，明天是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铁汉席喽。